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 Empress 嘅优仔攻防。咁啊，球员特别系世界级啊、顶级嘅球员啦，个个都有唔同嘅目标。有啲就希望喺球会方面啦，扬名立万啦，踢大会啦，踢好啲啦。有啲踢咗大会之后，就希望能够捧多啲杯啦，吓。例如好似哈利简尼就喺拜仁就希望可以喺欧联啊，同埋喺联赛方面咧，希望赢多啲嘅奖项啦。有啲好年青嘅已经屋企成扎奖杯、冠军奖杯噶啦，例如曼城嘅霍顿等等啊。所以球员方面嗰个睇法啊、转会啊，各有不同啊。我要同大家讲讲就系卡拉斯高，一位睇下你点睇啦，佢系咪属于人生胜利组啦？卡拉斯高依家比利时国脚喺摩纳哥成名啦，跟住喺马体会得到斯蒙尼嘅赏识，打咗几年啦。咁啊，表现好出色噶吓，欧联嗰啲都有踢。咁啊，之后就去咗两年去中超揾食。咁就原因就应该都不外乎好丰厚嘅人工啦吓。咁但系嚟啦，咁就喺中超打完两年之后咧，好多球员未必能够翻去顶级联赛一线球队再效力噶嘛。但系佢又好嘢，打完两年中超之后咧，翻去马体会，重返马体会，再喺斯蒙尼麾下。喺国家队继续亦都有正选，咁啊国家队同埋球会啦，呢几年亦都系由左翼变咗系左翼位啦吓。而家卡拉斯高30岁啦，咁就再次转会，今次就去沙特阿拉伯嘅球会艾比沙签约3年，转会费1500万欧元唔系好高，但系我相信喺嗰边嘅人工啊，各方面嘅待遇咧系极之优厚嘅。点解我会讲呢？就即系睇下你点样睇法啦。卡拉斯高系其中一个嘅人生胜利组嚟嘅，喺球员方面啊，真系可以话食住嗰两条水食到尽。打完中超翻翻嚟西甲，而家再去沙特阿拉伯揾食啊。咁啊，而家其实都只系30岁啫，卡拉斯高都仲有好多大球会咧对佢好有兴趣。咁喺选，即系呢啲系个人个选择啦，冇话对与错啦。同埋，亦都係始終嗰個球員對於佢哋足球最後嗰個嘅睇法啦，究竟係會唔會係有安穩嘅生活啦？會唔會尋求更加另外一啲比賽嘅目標啊？好，咁啊，優仔多謝大家收睇，繼續支持我哋安播體育傳媒，下次再同大家慢慢傾波擊。想紧贴住